位身穿色彩鲜艳和服的舞者带来整齐充满朝气的舞蹈，日本高知县夜来祭舞者带来欢乐祭典气氛。日本高知县每年八月登场的夜来祭有萨科伊已经有58年历史，舞蹈形态从原本的纯日式盆舞逐渐演变成变化多端的热闹表演。这一次应交通部观光局邀请，将到新竹县参加2013台湾灯会的彩节活动。高知县观光振兴部部长久保博道等人特别拜访邱县长，商讨表演内容。第一个切实的发言，第二个国际的外交，我们新竹县政府团队义不容辞。第三个，那非常的我们国际观有容纳我们，可以说是各方面的，把灯会，把包括日本的炫魔机等等，把融合在一起。我相信台湾灯会2013在新竹县很有看头。高知県からは、ホニアというチームと浜町花神楽というチーム、日本でもですね、1番2番が争うくらいトップチーム、人気のあるチームが、来ますんで、ぜひですね、見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。2013台湾灯会在新竹县主打动漫科技与人文，五大主题包括观光局主办的群龙标灯，还有县府主办的烛光科技、动漫艺术、在地人文魅力竹县等等主题。邱县长也力邀国际化表演入主灯会，携手打造让人感动回忆一辈子的2013台湾灯会。